好啦，今日繼續咧嚟到 Times Square 時代廣場呢一度咧，同大家睇下呢一個廣東歌101嘅展覽咁。因為今日咧就會有一個特別嘅節目安排啦。咁因為咧就係衛蘭 Janis 咧將會出現喺呢一個 Silent Concert 嗰度啦。咁呢一個 Silent Concert 有咩特別呢？就係其實現場嘅朋友咧係一定要戴住耳機咧先可以聽到 Janis 唱歌噶，否則嘅話咧現場嘅企喺出邊嘅觀眾咧就只會聽到細細聲嘅啫。係啦，就係咁啦。咁同埋今日咧呢一個廣東歌101咧，將會係進入咗第二個階段啦。咁就係90年代嘅歌曲啦。咁所以咧就轉頭都會同大家睇下嘅。咁好啦，馬上咧去睇下 Janis 嘅演出啦。不過睇之前咧，大家都記得要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好啦，咁啊啱啱咧就戴上咗呢個耳機啦。咁呢個耳機咧就係直接可以聽到現場嘅樂器啦，同埋 Janis 嘅聲音嘅。咁啊音樂會咧就準備開始啦。咁所以咧就現場都已經有好多。轉頭咧就拍少少 footage 俾大家睇下啦。今次的 Silent Concert 已經嚟到第二場啦。第一場的嘉賓就是 Alfred 許廷鏗啦。今日咧繼續都會有陳詠謙咧嚟主持大局嘅。Hello， 大家好，我係陳詠謙，歡迎大家嚟到市民廣場是不是聽不清楚呢？不如聽清楚啲啦。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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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香水現在大家都要忍耐，不知你在搬家，旁人亦喝彩，無非幾天變化，就像慣我幾千吧，接下來都還有8場的 Silent Concert 可以給大家參加的。參加方法非常之簡單的，只需要去到時代廣場的 eShop 買一張100元的門券，也可以兌換 cash card 的。另外就在演唱會的7日之前就要在時代廣場有500元的消費就可以入場的了。聽完這個音樂會之後就要除回這個耳機了。其實除了這個耳機之後真的什麼都聽不到的，是啦，現場真的沒什麼聲音，因為這個是無聲音樂會嘛。其實由今天開始呢，即是5月2日開始呢，已經有90年代的25首不能不聽的廣東歌出現啦。咁亦都見到呢，在這個visual 上面呢，亦都在這一塊牌那裡就加多了90年代這一塊板的。咁就去到5月11日而已，所以如果大家都想投選你最喜歡的25首歌的其中一首或者其中3首的話呢，咁就快點要來到啦。馬上跟大家看看，就是今期就是90年代的25首歌曲啦。拎通天地線啦，拎通天地線是如我天知的歌曲，竟然是 Randy 的選擇，王菲的冷戰啦。剛剛聽到有現場的觀眾說，原來今次第二期已經是收到有3粒珠仔，有3粒珠仔我來給大家投票。哦，好多林憶蓮的歌曲喎。順帶一提啦，其實咧，我哋而家呢度每首歌咧嘅右下角嗰度咧，其實都有一個 QR code 㗎。咁如果大家係好似陳詠謙喺訪問裏面講啦，佢話如果大家真係好想嚟到現場而又即係可以交流一下或者坐喺度聽下歌嘅話咧，咁就可以 do 呢個 QR code 咧，就可以去到 Juice 嗰度咧就聽到呢25首嘅歌曲㗎啦。順帶一提啦，今次廣東歌101除咗有 Silent Concert 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音樂嘅工作坊嘅。咁呢一個咧就係陳詠謙主持嘅第一場嘅音樂工作坊啦。咁嚟緊咧，每一個週末咧都仲會有唔同嘅音樂人咧去到時代廣場嗰度噶。咁只要咧登記成為時代廣場嘅會員咧，就可以免費參加同埋換取門票噶啦。咁啊，嘉賓嘅名單咧都可以去到 website 嗰度睇下噶。
好啦，今日出巡市咧又帶大家咧就係睇咗呢一個嘅廣東歌一零一嘅展覽啦。咁啊，聽完衞蘭嘅歌曲之後咧，咁我哋今日咧就差唔多都要翻屋企啦，係啦。咁但係翻屋企之前咧，都記住啦，大家一定要subscribe 啦，同埋撳我個啷啷嘅，係啊，多謝你哋撳我個啷啷，係啦，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咧，咁我哋將會有更多嘅精彩嘅片段咧俾大家睇到嘅。好，今日同大家講聲，拜拜。